大家好，我是老田，今天来光头哥家来玩玩啊，烤烤火。光头哥也是前两天刚从怀化这边回来，这边来看一下他啊，看看有没有变年轻变帅，确实是年轻了很多。哪里年轻了？不就是这个样？幸好这两天上来了，不上来的话，那就只有在怀化过年了。现在都冰起来了，过两天就解冻了。再过两天都过年了，还解冻什么？今天都还有4天过年了。你看光头家的腊肉熏得乌漆麻黑的，几个猪脚是吧？那是猪脚，上面有腊肠。我家狗呢？那可以闭着眼找。坤坤给找了。我在坤坤这找。大家是什么县人？大家是过来的？县里啊。这个也是本地啊。我家这只狗把人家光头强家的狗的床都占掉了，外面白茫茫的一片。老田，你过来看一下，你过来看一下，我看你过来看一下。哎，你看，人家三个女儿，人家还有一个小的四个，你生两个就是多了。你看，这个女儿，那个女儿，那里面一个，四个，还有一个，还三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你看人家的怎么，人家都不那个，你不加油生个儿子？你赶紧生一个，你是一个。你看人家，他们几个这么多女儿。这个是女儿是吧？这个是女儿，这里那个儿子去再去了。你弟弟几岁了？一岁呀。一岁啊？弟弟才一岁。你加油啊，老天你啊！你才两个，你在这里一趴这样趴那样，人家是一岁。这个是我老婆今天做的呢，她说她在那网上看了说有个泰迪，今天在搞这个搞了一天了。这个泰迪，我是那个对那个雪人，你那个雪人，老板娘帮我也拆，让我那个打他的。我走。你看，这个做的漂亮啊，确实能生啊，可能估计就是想要个儿子。啊，是啊，你去看一下，人家，人家都三个了，现在加个儿子四个，确实，四个了，人家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那你一个你还怕？我一个，我怎么一个？你赶紧生一个，生个女儿。我这还赶紧生一个了，人家都那么一堆，你家里就那么一个，连你看，让我小孩子连个玩伴都没有。对啊，你他儿子天天躲在家里，天天在家里像个女孩子家一样。你也赶紧生一个，今年龙年，龙年生个龙宝宝。那我们一人生一个好不好？我生个龙宝宝。我生个儿子，你生个女儿嘛？可以、啊。以后打个亲家嘛？到时候看一下，我真的想。你肯定现在想生个女儿嘛？是吧？我想生一个嘛，不然你看这个大的这么大了，天天自己在家里，又不可能让小孩玩，天天和个狗在这里玩耍，一天到晚和个狗在这里玩。儿子，儿子。带光头哥去我家里去拿点那个锦蜜啊，还有点锦蜜，我说拿点过来吃。好冷啊！好冷啊！老天，真的剩两个了，你看人家剩两个，你看人家那一堆都不知道哪，在家里都吵死了都，感觉家里都变热闹了。嗯，不然你看就这么一个，在家里就和小狗玩，见个女孩子都吓到了，一跟着我回来，你还跟着我出来玩。那来听啊啊！他可以，你过来接他。听啊，何哥，来个木呢啊！打得很紧啊。和。他们挺干净。这个锅你没看着呀？啊？你妈的，你没看？我这掐的骨多啊。这么大一个。够不够？够了，可以吃好几天了。吃完再来拿啊！嗯，家里的还有好多，够了。现在下雪天不怎么想吃这个，嗯，不太阳了就喜欢吃。去我们家烤火去。不去了，你看我回去了。你这么早就回家下去了？嗯。这一点多点还没到煮饭时间了。我回去一下就买点菜，不差不多煮饭时间了。回去了，冷死了。回家煮饭去了，快2点钟了。一的话就。刚才给他打电话，他说还不想回去，还想在村里玩一会，我晚上再来
接他吧。